母只听你咧讲，我马上就脏话 go go go。彰化县政府为了刺激市场经济，带动疫情后民众消费，推出2023彰化 Go Go 抽奖活动。县长王惠美与彰化艺人浩子21日共同宣布，自7月1日起正式启动。2、1，彰化 Go Go！欢迎全国民众都来彰化，刺激经济，带动消费，振兴产业。我们集结了我们的一个店家，还有我们的观光休闲相关的一些店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。那我们拿出了2000多万的一个现金来做我们的摸彩，也包括有游轮，包括有七加九的一个机票等等，让你可以这个香港啦，我们的这个澳门啦，以及呢土耳其的一些旅游，通通都在这里面。欢迎我们的乡亲，那从7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，你只要在彰化县内消费，不管是收据或发票，那通通登录上去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摸彩，只要200块钱就可以参加摸彩。2023彰化 Go Go 抽奖活动，只要在彰化县内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，最大奖头奖奖金100万元，还有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现金豪礼等奖品，每张发票最高能获得10个抽奖序号，若是在特定消费店家消费，还能再多一个抽奖序号。王惠美县长欢迎全国民众多多来彰化消费。公益频道黄诗婷彰化采访报道。